那一届，我最看重你们四个了。现在，一个进去了，一个没了。好多灾难吧，都是从一个小错误开始。为了掩盖它，就得犯另外一个错误。 一个接一个，越滚越大。我那天跟他说过，我说程家园是好孩子，有潜力，假以时日，好好培养，他会把你苏建人这辈子丢的里子和面子全都找回来。你是想让他失望吗？别在这哭！